一大早来看一下这热闹的画面哦，台钢啦啦队举办了选拔赛，请到了韩国女神最强外挂安之轩担任啦啦队的培训指导。她不但现场热舞，还透露自己希望台钢啦啦队可以很有活力、热情，并且是新的九队。她也很开心可以帮忙培育新一代的啦啦队成员。大家好，我是台钢集团啦啦队。亲切用中文台语和大家打招呼，南韩啦啦队女神被称为最强外挂的安之轩更大秀热舞。扭腰摆臀，无论眼神、笑容还是舞蹈动作，安之轩都充满活力。他亲自示范，不藏私教导30位学员。台钢啦啦队选拔一共有419位报名，历经初赛、复赛，选出30位选手参加最后专属培训。安之轩也领军，找好友跨海带来韩式啦啦队应援训练。安之轩和其他舞蹈老师严格为学员调整姿势。네진짜생각보다빨리외운게사실이단기간에한국치어리딩을배우기가쉽지가않은데정말빠르게외웠습니다每个学员拼尽全力，希望在12月9日决赛中脱颖而出，赢得好成绩，成为台钢啦啦队正式的一员。未来能和女神安之轩同框，当球员和球迷间的桥梁，展现满满活力。记者严宏荣、许琼文高雄报道。